Hello， 大家好。Hello。好，我哋又開始今個禮拜，好快又到 weekend 啦嚇。係啦，我哋 Maria and Sunny， 我哋又開始做直播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六日咧都會七點至到九點半咧就直播我哋嘅現場玩呢個 live music 嘅。咁可能輪到 Maria 介紹下我哋先。哦。咁講咗啦，我哋個隊名就係 Maria and Sunny 啦。咁你睇到已經拎咗呢一個吉他喺度啦。咁我揸住個麥啦，咁佢又有個麥啦。咁我哋咧就會喺每個週末嘅香港時間七點至九點半咧，就陪大家就用啲大家都中意嘅歌曲啦嚇，咁啊度過噶咁樣樣。咁就喺邊個位置咧？咁啊喺 YouTube 嘅頻道啦，即係 live 嘅就係 MNS Band 啦。咁就喺 Facebook 都係 Maria and Sunny 係個專業嚟嘅，咁就跟住手咧，即刻你今晚就會睇到啲重播片段係徵輯，就係彪哥嘅 YouTube 頻道 NGANHP 噶啦。咁就係啦，咁若想睇到多啲資料咧，你喺 YouTube 我哋其他嗰啲片啊，今日嘅片咧，咁喺即係嗰個 screen。個 screen 下低有個箭嘴撳落去，咁啊有我哋好詳盡嘅資料添嘅嚇。咁啊，遲啲我都會有再寫過，再更新啲啦嚇。咁就係啦，咁啊可能過埋呢個禮拜就會見埋嗰隻歌曲嘅名單喺度添咁咯嚇。咁大致係咁啦，咁揾我哋就喺 Facebook 都係揾到嘅 Messenger 咁樣樣啦 ，YouTube 啦，咁最緊要 subscribe 我哋呢幾個頻道嚇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咁樣樣，咁就會收到我哋嘅通知。OK， 可以開始啦。呢只歌咧，我試下，我幾中意嘅，因為我以前好多年前咁啊，喺星光唱過，我嘅同事咧就唱呢只歌，我冇唱。咁因為其實呢只歌係想之前唱北京北京嗰陣時攞嚟 pair 埋一齊，因為對應翻呢個北京北京點解咧？因為你知歌詞叫 New York New York， 你睇下兩地嘅文化嘅差異好大啊！呢兩個歌嘅時間成長好大，咁所以就想送俾阿 Paul 哥同埋我哋有 New York 嘅好朋友 Christina 嘅，咁就係 New York New York 啊！希望我記得點唱，好。In the city.
歌啊嚇，有冇攞獎我又唔記得啦。咁、嗯、反而拉咩啊 ，Frank Sinatra 唱喎，咁啊 Frank Sinatra 重唱，咁啊紅咗啦只歌嚇。咁我攞呢只歌咧就回應翻呢個北京北京啊，即係名又相對啦嚇。咁啊好多嘢都相對嘅，即係呢個中西文化，所以都幾堪玩味，我覺得。OK， 咁啊。好，跟住我哋好啊，正式進入呢個分享。開始進入分享歌曲時間啦。係，因為我哋亦都好多點歌充斥咗呢個時間嚇。好，但係應該係唱嚟咗香港嘅紐西蘭朋友吧，但係佢點俾佢嗰啲朋友都仲喺紐西蘭，所以咧、okay. 時間係要早啲嘅。你讀啊？哦，咁啊 ，Amy 啊 ，Amy Liu， 咁咧就我送俾咗哥哥。哦，佢哥哥喺天堂啊，咁要佢哥哥咧就保佑佢哋全家人嘅身體健康，係，起碼精神上一家人一定仲係團聚緊嘅啊，咁啊，明天會更好。親人啊，緊要啦，個心最緊要個心向一齊啊！好啦，呢首就係明天會更好。青春的骄傲，让我们。
但期待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万顷青山，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念头，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清澈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念头，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Thank you， 多谢。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再祝福阿 Amy 同埋佢嘅家人。係啦，多謝 Amy。